你家东西不错，但是有点贵，别人家的和你家差不多，价格比你家便宜。经验告诉我们，像但不代表一样，区别大了去了。如果您在乎的是品质，请尊重它的价格。如果您想要的是便宜，请接受它的缺陷。物美价廉从来只是一种营销手段，从古到今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。